怎样？发现神奇宝贝，皮克球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。漂亮，鹿还没卸、啊。不是啊，那个是预告的鹿，是那个没有力的鹿。这是五皇帝吗？太丑。设置按下按钮。没有，我弄错了。上吧，满意了吗？觉得这条红应该没有，因为我们下河了，不要再打了，我一直陷入。我猜啊，你有可能还要再打30张啊，或者再一回。我方神奇宝贝攻击，停止战斗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再打一下，就升级啊！救急技能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哇！超超覆盖，覆盖超超折，还有小力神跟自己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示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机会，超捕获机会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要来了，梦幻！哇！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，超进化机会，将波特姆 Megarin 的光从正上方降下来。哎呀，糟糕！大家不理我了。成功了，超进化！38、39、39。我方的神奇宝贝攻击，凝聚战斗条来提升敌人。太棒了！上吧，究极技能。上来，加油！机会搞定了，捕获机会。一，二对。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。命令。这是捕获神奇。生存奖励。连按机会，一直连续按球体按钮按攻击，是神奇宝贝球。低配按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准下昏，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。他刚刚动哭的吧？好，换看。在冥想卡动。成功交换神奇宝贝了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那按右边。传送结束，
取出车载板。对。Insert point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那么就让这只神奇宝贝逃走吧。